小妹，反正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你这套衣服打死我都穿到底，啊！听说吗，同学？怎么样，小妹？好看吗？哇哇哇！好看。这衣服哪弄来的呀？ 挺有格调的，这样统一的衣服，我愿意穿。对啊，我们都觉得穿上还挺帅。小妹，俱乐部用这种统一的制服，可以吧？我还是觉得小妹跳这套衣服好看。 既然这样，咱们得尊重丁满审美标准。这样一来，俱乐部还能省出一套服装钱。好啊。等等等等等等，我是说，我干杂活的时候必须穿这套衣服，平常的时候我还是得跟大家统一。 别同意啊！伯父，来，听见，尝尝我刚沏的茶。哎呀，伯父啊，嗯，伯父就喜欢喝你沏的茶，喝别人的还有点不习惯呢。伯父，嗯，我觉着。 宠我，什么意思？大哥这样不生气的？为什么呀？其实也没为什么。你知道大哥心胸开阔，嗯，我只是从话里话外感觉到，大哥好像从今以后不想再管公司的事情了，貌似他想全盘退出。我给过他机会了。哎呀，伯父，代理总经理的职位这。 多少有些不信任在里面，俗话说得好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您觉着呢？哼，我不认这为亲，谁把企业带好了，我就用谁。有比你好的外人，我也会用。那伯父，不是我说你啊，要是大哥不涉及家族企业的话，他可能会跟你越走越远的。 他的计划太激进，大伯，您别生气啊。其实我觉得吧，能够投资一个天才设计师，这个计划也不算太激进啊。啊，你别生气，你别生气，激进，激进，激进。我一生没谨慎啊。哎呀，伯父，您是不知道，大哥那天在盘点设计师的时候。 那简直状态你想都想不到，那是怎样？大哥特别的自信，甚至有些霸气。他分析的逻辑非常缜密，说实话，当时我们在场所有人都为之折服。我呢，是为有这样一大哥，感觉特别自豪，特别骄傲。他一向随意，很少这样。怎么样？别提了，一言难尽。 不是都已经让你当接班人了吗？哼，是啊，我爸是说想让我回去，还说是给我次机会，让我回去当总经理。结果不错啊。什么不错呀？我的方案他也不同意，那我回去干嘛呀？不回去。他是不同意对我的工作室投入吗？没有没有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觉得吧。 是我爸目光短浅，那就是我的条件太过分了。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是我爸的问题，别想那么多，来喝酒。有你这句话，喝一杯。这杯酒喝一个保证。
保证什么呀？我保证等你掌权之后，和你一起干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！ 哎，等等，别喝了，这是威士忌，挺贵的。是你请我喝酒的，是我请你，可我身上没带多少钱。没事，这可以刷卡。刷什么卡？卡里也没钱。华服之一的继承人，没钱谁信啊？我现在不是一个人吗？靠自己。 真是难得啊！会不会是为同一个理由来这儿的？咱俩结婚前共同去过的地方就很少，这儿也许是咱们共同喜欢的地方。是啊，婚后来过几次，算是不多的旧地。是，旧地重游。我们也算是有过不错的记忆。 能为这个原因来到这里，心里一定有些遗憾吧。云芳，如果当初我们俩能有个孩子，有个感情寄托，也许会好一点吧。那样可能对孩子伤害更大，也许更是悲剧。是啊，现在说这些。 破镜还是难重圆，真璀璨。 每一份灯光都代表一些鲜活的生命。夜色迷离，人影朦胧，感觉很休闲惬意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、自己的感受、自己的审美，都在用自己的标准做着各自的事情，有什么意义吗？我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了。怎样？ 我一直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，忽视了别人的感受，太自我了。我很少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，所以我有点格格不入。怎么突然想明白了？认识了一位大哥，他用活生生的实例证明了我的偏激。笑什么？改变你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那位大哥手段好高啊。 除了男友以外，他是最优秀的男人。其他男人也有优秀的。谁呀？哦，就那么一说，你喜欢上谁了吗？没有，没有才怪！我的直觉一向很准。大海涨潮时，我只能躲开。大海，你别太敏感了。 就是一个比喻。哎，我们同学中有个叫大海的吧？你知道的，我一向不和男生来往。可
挡不住心里喜欢啊。我觉得我就像个幽灵，阳光灿烂的地方并没有我的立足之地。你很可爱，而且柔情，而且漂亮。你是我的好姐妹，当然偏爱我。我一向不说假话，你知道的。你就是缺乏自信。我认识一个很优秀的心理医生。我并不绝望，更不想做心理辅导。那改天我介绍罗大哥给你认识，他真的是一个很妙的人，一定可以改变你。不要吧，冥冥之中一定有我的缘分。你一定要认识罗大哥，他肯定可以帮助你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有兴趣看看你的罗大哥是怎样奇妙的一个人。挺喜欢俱乐部的感觉，别光顾着赚钱，你的生活缺少休闲啊。工作是一个责任，休闲是一种态度啊。那你在俱乐部里并不是休闲呀，你在做事业，而且你的事业做得很成功啊。但是我很开心啊，虽然每天的工作量很大，可是我一点也不累。我觉得俱乐部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，开心。俱乐部，你会不会很不开心啊？为什么要离开？那你总不能一辈子都待在俱乐部里吧？为什么不能？你总是要接妈妈的班啊。妈，我是一个有问题的女孩，怎么能管理公司啊？我女儿的心理疾病已经完全治好了，在妈妈眼里，你是最完美、最可爱的女孩子。再说我已经跟罗大哥沟通过了，他说你现在已经完全正常了。我还咨询了林芳医生，他说你现在可以完全正常的工作和生活，妈妈对你有信心。我没信心啊。你是不是还不想离开俱乐部？我读书不多，素质不高，肩膀不宽，我担不起这个责任。纠缠你这十来年的顽疾都被你克服了，这世上还有什么障碍可以阻拦你啊？妈，我之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快乐的生活过。我不想离开罗大哥，不想离开杨红姐，不想离开方教练。翠翠，未来的路你自己决定，妈妈一定尊重你。可是妈妈希望你认真的考虑一下，这一番事业是妈妈的心血，也是妈妈的骄傲，更是妈妈留给女儿的一份礼物。你别给我压力。翠翠，人生的价值就越高。在俱乐部开心固然可贵，可是轰轰烈烈的人生岂不是更精彩吗？妈妈希望女儿是一个对社会有巨大价值的人，妈妈希望你对社会能够承担起义务和责任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就需要更高的起点。
让我再想想。妈妈期待。在想心事。我就知道你是什么反应。你在我的火眼金睛下，就好像是一个透明的玻璃人，无所遁形。吹牛！一叶障目，不见泰山。我的广大神通，你又不是不了解。哼。那好吧，你要是能猜出我在想什么的话，你就不是吹牛了。猜出来，你不承认怎么办？哎呦，我不会不承认的。说，总得有点说法吧？你想要什么说法？要不这样吧，如果我猜中了呢，你就承诺答应我一个要求。那如果你趁这个机会漫天要价，我怎么办呢？那你就就地还钱喽。你放心，这个要求你肯定能做到，既不伤害到你，也不会伤害到别人，好吗？要在情理之中。同意。好，那你猜吧。拿着。干嘛？你呢？把你心里想的呢，就写到这个纸上，我把我猜的写到纸上，这样就不能玩花样了。那好吧，我就看看你的神通。来，写好了吗？好了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好，一起来数啊，一二三四啊。闲事有很多种的，你淡淡的眉宇之间透露着一种忧虑，好像遇到什么难题的一个困扰，而身边女人的困扰来自于两个女人，一个是宁阿姨的母子情结，一个是林芳的婚姻问题。你果然是真的好棒，你真的好棒啊！也不行，哎，你欠我要求啊。哦，哎，好吧，那拜托你，
你别要求的那么过分，好不好？我暂时还没想好，不过呢，留着关键时刻用。罗英啊，你那么聪明，能想办法解决宁阿姨和林凤的问题吗？这需要更大的神通，我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。哎呀，我真的很想帮他们嘛。难。 真的难，没那么容易。那也不能因为难就这样放弃了吧？那也得衡量一下自己的能力啊。只有懦夫才会没有经过努力就放弃了。哎，我走了。我送你。你不出去等我，我要换衣服。换吧。真的吗？嗯。那我真换了。 只要下点功夫，找到应该不是什么问题。那你就快点去找啊，找到人之后才能有的放矢的努力啊，知道吗？他们母子之间，十几年的裂痕不是小缝隙啊。只要肯用心的话，多大的裂缝都可以填平的。愚公移山，感动上天。这愚公是要让他的子子孙孙替他完成他的目标。哎呀，你有多少精力啊？不过是我，还有你。你要是不肯放弃，我可以帮你找到宁阿姨的儿子，然后死马当活马医。那林芳也可以用这个方法。 死马当成活马医，好不好？这就是你的本色，你的脾气。哎呀，好好的想想高招，我们一起努力，加油！加什么油啊？走。 可怜，所以跟他站在同一边。小妹还好，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？你们穿着华美亮丽的衣服在他面前炫耀，印证他的愚蠢，摧毁他的自信，你不觉得这样很残酷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这是重症需用猛药，这也是无奈之举啊。那你不能用柔和一点的方式吗？你们像一只只骄傲的孔雀。 在丑小鸭面前展现你们自己的美丽，真难得。没想到丁满同学也会同情心泛滥啊！嗯，慈悲是我的天性，只有上帝知道我有多善良。 人柔情似水，丁满善解人意。哎呀，真会道貌岸然的演戏。我没演戏啊，我信。我说真的，我真没演戏。我也说真的，你不像在故弄玄虚啊。混混当久了，说真话都没人信。 说实在的，我们也不想这么刺激小妹，可你也知道，外科大夫明知道患者会疼，这手术刀还得下去。兄弟，我知道你也不是铁石心肠，你骨子里
其实也是柔情蜜意。嗯，顶多是高风亮节，离柔情蜜意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。其实，高风亮节跟我也没什么关系，我只是上了杨红的贼船。什么贼船？这杨红驾驶着一艘叫多管闲事的大船，他是船长，我呢只是在旁边摇旗呐喊。那你说我这是上船还是不上船？是缘分，咱们俩呀，20多年前就有了不解之缘。您生我养我，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你给妈妈带来的快乐更大。我不大会做儿子，放心。我呀，也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。你年纪不大，已经很独立了。哦，嗯，怎么不玩楼道，改练太极了？这众目睽睽的。楼道会把人吓着，还是中国的太极，动作舒展优美，还能锻炼身体。妈，这衣服是新的吗？对呀。穿上感觉怎么样？啊，挺舒服的，我特别喜欢。真的吗？嗯，照理来说，这个衣服更适合年轻人。不过我穿上，我也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。喜欢就好，不会是在商场里买的吧？啊，不是不是，是我们俱乐部发的。统一服装，这服装是罗英给你们的。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没想到罗英竟然在女子俱乐部打工，还真是个传奇。妈，罗英应该还有一套男款的运动服才对。是啊，你怎么知道这些？没想到吧？要不我给你解说一下。好啊，走，跟妈妈找一个地方，咱们喝点饮料。翠翠啊。把簸箕和垃圾袋拿过来，啊！快点，翠翠！我跟你说话没听见啊，翠翠？怎么了？心情不好啊？哎，怎么了这是啊？跟大哥说说，大哥帮你。说呀，罗大哥，我怕是要跟你分开了。回公司去帮妈妈，对吗？我不想去，可是我妈给了我很大的压力。你如果真不想去，你妈妈应该不会强迫你。可我觉得我妈说的也挺有道理的。翠翠。俱乐部只是你临时疗伤的地方，伤好了就该离开了。去公司更有条件接触广泛的世界。翠翠，回公司有机会接触到更广泛的世界。你现在最应该做的是长见识，开开眼界，去感受不同的生活文化和世界。我不想开什么眼界，我就想守着你，这样每天都很开心啊。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翠翠，这个俱乐部只不过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驿站，我们每个人都会离开这儿，只不过是你先走一步，随后也许我很快也会离开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没有想好，或许会离开这个城市吧。罗大哥，杨红姐很器重你的，她一定会重用你的。你管的还不少。好了，别难过了，开心一点。笑一个。干嘛呢？
哎，宁阿姨，没干嘛，想心事。想事儿拿笤帚在这儿瞎呼噜什么？没什么。哎，宁阿姨您坐。是翠翠，她要回到公司去上班了，她妈妈等一下来接她。去她妈妈公司？怎么那么突然？她决定快一点离开。 他怕待久了，会舍不得这里。我说呢，你自己一个人坐这儿，跟平时嘻嘻哈哈的你完全不一样，满脸的伤感呐。在俱乐部，翠翠跟我最亲，可以说是形影不离。 像亲人一样，平时喜欢给我弄点吃的，帮我洗衣服什么的，我知道。在心里，他把我当成哥哥了，像亲哥哥一样，甚至有的时候比亲哥哥还亲。我一个人躲到这儿，就是不想让他看到我难过。 当着我面已经流泪好几次了，我担心他看到我会舍不得这里。翠翠有今天的变化，你的功劳不小。有时间。 别出去表演，要不然那些舞蹈家都要疯舞了，再也不敢上台了。怎么眼里有泪水呢？我是太投入了。这首歌挺轻快的呀，并不是很悲伤啊。我这是同情的眼泪，我是想。 我要是出山了，那些舞蹈家就没饭吃了。哦，来，再擦一下嘛。这个上天有好生之德，翠翠，咱们千万别出去表演，给人家留口饭吃。以后要跳舞呢，咱们就关起门来在自己家里跳。对，关上门，在自己家里跳。 胡说八道，什么叫做像家？这儿就是自己家。对，这就是自己家。这个家真好，好的一塌糊涂。可惜再好，还是要到别处去串串门。别处串串门？你去哪串串门啊？我妈那儿。翠翠。 你妈那儿也算是串串门，你这么说，你老母亲会伤心的哟。丁满，你以后什么打算？这个问题问得好。
准备两块抹布、灰尘、随身随插、充分发挥吸尘器的作用，还有拖地得节约用水。你要当一辈子杂工啊你？是啊，我，还有你，还有罗英，还有其他大伙，我准备大家在这儿一起混他一生。在一起混真好，可惜每个人最终还是要走上自己的路。不对，我们要走别人的路，让别人无路可走。就你没正形，挺倒晚的，以后怎么娶媳妇？我还真想过这个问题。不过呢，咱们俱乐部这么多的美女围着我，每个人对我都有很多美好的一个期待，就我不能伤了大家的心，总得给大家留点希望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不能成家，不能谈恋爱。丁满，你确实很幽默，很会开玩笑，是大家的开心果。可是呢，要想娶到好媳妇儿，还是得成熟一点，稳重点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来，这送你。啊，别还我了啊！不对啊，翠翠刚刚讲话怎么一副要告别的样子？呸，不吉利不吉利，怎么可能要告别呢？胡说，走吧走吧，快刀斩乱麻，一了百了时间常回家看看啊。范教练，我要走了。记得要听你妈妈的话，
翠翠现在要跟她妈妈去公司干一番大事业。翠翠，加油！小妹，我要走了，你要好好帮我照顾罗大哥。好，我会尽力的。你照顾好自己啊。嗯。加油，加油。 拜拜。哎，翠翠，翠翠，有空记得常回来啊！好。